虔诚诵经祝祷，美国奥兰多光明寺英文共修结合在地感恩节文化，近百人出席，不只有华人面孔，也能看见西方人身影。当天国际方会谈讲师 Ina Denton 也举办讲座，说明十存五观概念和感恩节相似之处。送上阿里山高山茶，还有佛光人自己做的凤梨酥。共修之后，国际方会佛罗里达协会前往当地警察总局，感谢人民保姆过去一年辛劳，度过温馨感恩节。因为是美国奥兰多综合报道。